说吧，他们最近当在比赛上经常吵架。他们本人的手头里本来先说的经常吵架，那你说吧，经常当上了吧？在当上的看穿了吧？在那个看那个嘛的吧呗，他说的他们本人的手头里本来先说的经常我当说上班的，在那呢都围绕你那里，等你上的那都那上上了吧？这是专门的数据器，看不见眼，干那些数据健康是个围绕等于上帝，对，告诉一下吧，看着那上边干啥的。Shining up a secret of it.